1983年曾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，东北二王亲兄弟俩在一次盗窃时被发现，当场持枪杀人并潜逃。在逃亡路途中，长达7个月时间里，两兄弟辗转7个省份，5次逃脱公安的重兵追捕，一路沿途作案，造成高达18名民警和普通群众伤亡，其中打死9人，打伤9人。最终在江西的广昌，政府出动解放军、武警、民兵、公安，共计30000余人，将两兄弟合围，在开枪拒捕、抵死不从的情况下，无奈只得将其当场击毙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胖，咱们今天呢再聊一期案件，当年轰动全国的东北二王案。二王不是说两个大王，也不是说两个大佬，而是作案的俩兄弟都姓王，哥哥叫王宗芳，弟弟叫王宗伟。在家中分别排老二老三，父母呢都是教师，在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教书多年，但他们对儿子道德方面培养极不重视，还时常护短溺爱。再加上那一段特殊时期，舞刀弄棒的流氓很多，兄弟俩为了不受欺负，就跟一些个团伙混迹到一起。尤其哥哥王宗芳在读小学时就已混迹于扒手之列，在1974年和1975年2次因盗窃被收审，但仍旧死性不改。1979年，王宗芳在辽沈医院当药剂员时，因为偷单位的东西被判刑3年。然而，这段经历并没有让他洗心革面，反倒更加变本加厉。出狱后没多久，王宗芳就再次犯下命案，盗窃并持枪杀人，轰动全国。那一年他才30岁，而案发的当天正是他新婚后的第3天。到底是什么能令他如此有恃无恐呢？原来其母亲在儿子犯案过程里不但不劝儿子自首，还丢下学生不管，帮助儿子潜逃至亲戚家中。在儿子被捕时，这位母亲兼人民教师被处以刑事拘留处分。有这样的母亲培养出二王这样的恶魔也就不甚稀奇了。案发当年，弟弟王宗伟26岁，与哥哥王宗芳不同，王宗伟长得人高马大，不仅没留下过任何犯罪记录，还参过军，枪法甚是了得，据说能打中天上的飞鸟。1980年，王宗伟复员回家，被分配到沈阳724厂，当了大概2年多工人，深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，以致后来当听说王宗伟持枪杀人，众人都觉得难以置信。父亲则坚持认为是哥哥带坏了弟弟，在回忆时无不感慨地说道，宗伟小时候很听话，个子高，篮球打得好，当了4年兵，没想到干出这样的事儿。归根结底是没有教育好，父母没教育好固然是一方面原因，再就是王宗伟十分善于伪装，他的4年参军生涯可以说是蓄谋已久，也是为了遮人耳目，练习枪法，偷盗子弹，这才是他真正。
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，上面印有二王的体貌特征、衣着、口音，并附上了两人照片，还特意打上了加急二字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网络还不存在，信息传递很不发达，通缉令只能靠人工派发。二王在离开沈阳后行踪成谜，他们究竟逃去了哪里？据二王的父亲透露，兄弟俩逃走时曾拿走了美国亲戚的一封信以及地址，那么会不会是两人向南逃窜到广东，再找机会偷渡出境呢，去美国投靠亲戚？事实上一点也没错，在大年初一，也就是案发的第二天，2月13日晚，两兄弟已经辗转至开往广州的47次列车。就在列车进入湖南境内时，一场血案又拉开了序幕。乘务员和乘警在检查车厢行李时，搜出了一支54手枪。王宗伟淡定地说是他的，但由于拿不出持枪证，就在即将被捕之时，王宗伟迅速掏出手枪并打向乘警头部。因车厢晃动，这一枪只打穿了乘警的耳朵。惊慌之下，乘务员赶紧拉下停车闸，二人趁机砸乱车窗，跳下火车，再次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当警方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迅速锁定案件嫌疑人，正是在逃的二王俩兄弟，并推断出两人肯定不敢贸然进衡阳市区，多数可能继续南逃，当即出动了衡阳全部警力往衡阳以南进行堵截。但狡猾的二王却明目张胆地混进了衡阳市区，并公然露面，还再次犯下一桩惊天血案。2月17日，大年初五，恶性不改的二王在衡阳市区抢劫了骑自行车走亲戚的李瑞林一家，并开枪打死了李瑞林的丈夫以及15岁的女儿。就在二王抢了自行车要逃跑时，被李瑞林拼死抱住两人的黑色手提包，哪怕子弹穿透胳膊和两颊，打碎了李瑞林下巴和牙床，但他死都不放手。二王情急之下只得扔下黑色提包，骑上自行车落荒而逃。李瑞林用鲜血夺来的提包中装着36发子弹，还有5枚手榴弹，杀伤力极强。也正是他的勇敢，得以让更多无辜的人幸免于难。话说二王在衡阳一现身，整个衡阳市都震动了，但谁都想不到一个巧合又令二人逃逸成功。二王在抢劫了李瑞林自行车后，仓皇之下骑车逃进了一个小胡同。巧的是，这条小胡同的出口处是一个开阔的煤厂，更巧的是刚好来了一列缓慢通行的北上火车。狡猾的二王略一思考，决定不再南逃，偷摸爬上了北行的列车。但因担心再次被堵在车上，于是在火车经过茶山坳小站时跳车逃逸，再一次销声匿迹。这一消失就消失了大半年。1983年5月，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份悬赏通缉令发出，提供二王线索的查证属实后奖励200元，提供二王线索并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的奖励2000元。2000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这可是一笔巨款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这份悬赏令贴满了城乡的大街小巷，群众参与的热情高涨，极大震慑了二王俩兄弟。他们为了隐匿行踪，不再敢轻易翻案，但始终未曾得到二王相关的有效线索，其反侦查能力可见一斑。一直到了1983年8月29日，全国展开严打的第四天，二王终于再次现身，这次出现在了江苏省淮阴市。两兄弟估计钱花完了，再次抢劫了一家百货商店，成功夺得20000多元现金后逃之夭夭。其实二王的逃亡路线还算比较清晰，两人最先在沈阳犯案后，最初准备南下偷渡出境，后折返逃到北京、衡阳、武汉，短短一个月内犯下8起命案，之后又从武汉逃脱，直到5个月后再次出现在江苏淮阴。这5个月时间内，二王的去向成谜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逃亡生涯很苦，要么躲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，要么乔装改扮乞讨为生。而这次在江阴现身，也成为他们罪恶逃亡路上倒数第2次现身。1983年9月13日早晨，
江西广昌县城发现了两名可疑的人，体貌特征跟二王很相似。广昌县派出所所长在接到举报后，马上亲自带人前往追捕，并与两人发生了枪战。几分钟后，一辆货车经过，两兄弟借货车掩护跳进了草丛，消失在山林中。在此次枪战过程里，两人的鞋子掉落，一个背包被打丢，包内搜出8700余元现金、蚊帐、蚊香、收音机、袖珍地图、化妆品，化妆品主要是用来改变肤色、模糊五官，以及找到两支手枪，其中一支是岱山袭警案中掠夺而来。毫无疑问，可以确定此二人就是二王兄弟俩。随后，江西、武汉、福州等地的公安、军人、民兵组成了一支30000多人的特大搜索队，严密布置了5重包围圈，围捕二王。最终，于围捕的第五天，1983年9月18日，大约上午10点，一队搜山战士从五路山坡往下滑时，其中一名武警战士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，忽然有人在他身后大喊：“有人！”只见草丛里迅速站起一人，开枪将两名武警打伤。开枪者正是王宗伟，武警战士立马回击，王宗伟被数枪击中后倒地被捕。隐匿在一旁的王宗芳捡起枪躲进了树丛，连开5枪，打死了一名参与围捕的武警，其余20多位搜捕人员义愤填膺，瞬间数枪齐发，一连射出了40余发子弹。王宗芳被乱枪当场击毙。事后清理现场发现，二王身上还残存现金13200余元、2支54手枪、52发，还有寄自美国的信件、粮票等等。最终的最终，王宗伟也因抢救无效死亡。两个罪恶滔天、背负一生命案的惯犯，就这样走完了他们的一生。二王的父亲王嘉林因犯包庇罪被判7年有期徒刑，自此震惊全国的二王案彻底落下帷幕。总结来说，无非就是一个懒字，有手有脚不去赚钱，竟想着偷盗抢劫，不劳而获，最终酿下大错，可悲呀。好，本期就说到这里。最后一句话，没点赞的朋友还烦请长按点赞支持一下，万分感谢。下期更精彩，拜拜了各位。